2020年8月25日上午，韩国孔子文化中心总裁朴红英，韩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李玉元，韩国孔子文化中心部长洪毅，大学教授全春花一行来到京畿道坡州市，探访了韩国十八贤之一立古里尔先生的遗址。紫云书院院长崔福炫和坡州里尔遗迹管理所长李中山接待了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一行。一行人在李中山所长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里尔纪念馆、立古先生的家族墓地和供奉先生灵位的紫云书院等。坡州里尔遗迹管理所的李中山所长为大家进行了热情详细的全程讲解。李尔生于1536年，是朝鲜时期知名儒学家，在韩国家喻户晓。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将其头像印在了5000元的纸币上。李尔的母亲申师任堂，在诗文和书画上有很高的造诣。李尔从小受母亲的熏陶，8岁就能做汉文诗。新版50000韩元的纸币肖像画的正面即为申师任堂。